谁啊？我给你送好吃的来了。哦，我睡了，你要不明天再给我吧？哎呀，什么明天呀？快点，睡了起来，吃完你再睡。来了，快点，我烫死了，快点。我跟你说你多好，小子，快去。来了，哎呀。哎呀，大姐，你干嘛呀？你这么早，你睡什么睡呀？啊，我刚烤的面包可好吃了。房东不配早点睡吗？我跟你说，我可是十项全能，我官司打得赢，面包还做得好吃。你最厉害，你精选句子，你面包真好吃。要不早点回去吧，明天还上班呢。那个，你给我换个盘子，这烤盘我要带走的。你快去，快去，快去，快点！哎呀。你好，咱们见过。哎，您怎么在这儿呢？我这不是那个这谁呀？怎么回事？你谁呀？你说这谁呀？行，我知道了，知道了，行行行，我走了啊，走了走了。不是，你们不是什么呀？不是解释就是掩饰。那个烤盘我放你这儿了，盘子我也不要了啊。那个拜拜 ，Have a good night， 拜拜拜拜啊。没事。哎呀，哎，大哥，你四仰八叉躺着度假呢，给你支一帐篷要不要？你给我起来。哎呀，我就是得仰望星空。哎，你说这上帝给你关扇门，就是为了给你开扇这全景落地窗？哎，全景落地窗，我跟你说，晚上睡觉被子盖好啊，这全景落地窗可漏风。是的。别冻着了。怎么了？没事儿。哎呦，怎么了？哎，我跟你说啊，你明天早点回去。我不。耍赖呢？你知道我理想的生活是什么吗？什么呀？就是住赠一小房，然后开一小车，娶一媳妇儿。生几个小孩，老大、老二、老三，每天一到晚上呢，我就开始数人头，然后人都在，是不是？灯一关睡觉，多踏实。什么老大、老二、老三，睡觉了。一生二，二生三。三生万物啊！哎，你晚上睡觉老实点啊，床可不结实。收拾条。哎，床是用来睡觉的，不是用来吃饭的。我这不是想让你衣来伸手，饭来张口吗？你看你弄得我枕套上都是，这怎么洗啊？我洗，我到时候买洗洁精去，我给你洗得干干净净，行吗？洗洁精是用来洗碗的，不是用来洗衣服的。这我能不知道？我逗你玩了。还挺香。这床不是用来睡觉的吗？为什么呀？不要和我。那怎么还有个感冒药？我昨儿看你有点打喷嚏，顺道给你买了一盒。大哥，你什么时候走啊？我这怎么又赶我走啊？我爸说把门锁也给换了，卡也给我停了。你说你这上铺反正空着也是浪费。你就租给我呗，啊，我有一落脚垫儿。你大少爷，我没工夫陪你玩，你要体验生活去我老家，我给你介绍一煤矿，保证你中年不见天日，很快你就认识到错误，回去跟你爹赔礼道歉了。
我实话告诉你吧，我碰上你之前啊，我是从来没想过混吃等死之外的事儿。直到碰上你了，我这满脑子都是让我们荡起双桨，小船推开波浪。哎，你说多积极，多向上？什么？这什么比喻啊？咱就试试行吗？啊，成功了咱结婚，你有北京市户口，也有购房资格。要是不成功也没事儿，你也白落一前男友啊，怎么着都不算亏。干嘛？白落一前男友是占便宜的事儿啊？因为我喜欢你啊。你有什么要求，你可以提呀。我就一个要求，你得给我交房租。得嘞！哎呦，没事吧？没事吧？啊！哎呀，没事吧？哎呦！哎呀！大姐，大姐，我看，哎呀！哎，你出去，你头都撞到了，疼死了！你别疼死你！哎呀！李叔来了，嘿、hey ，刚沏的好茶给您备着呢。您那豪宅打算给儿子结婚使吧？谁说的？他结婚让他自个儿张罗房子去，我不管。三十好几的人了，干嘛嘛不行，吃嘛嘛香。谁爱伺候他，谁就伺候他啊！以后我不管了。等我把这房子一装完了啊，我这租金一收，海南玩去。这话说的，您那么多套房不留给儿子，留给谁呀？我凭什么留给他呀？啊，我自己个儿的房，我自己个儿说了算。我卖喽，我捐喽，我一把火给他点了，是不是钱？我说的没错吧？不全对。你说纵火犯法？嘿，哎，对了，田儿，我突然想起一个事儿来，那个红梅院的那首付可该交了，你想着点，别忘了，要不交，到时候那定钱可就打了水漂了。哎呦，这下该走了，啊。喂，李叔。走，李叔。哎，慢点啊，走了。哎，李叔今儿怎么了？跟儿子吵架了？这老头真倔，我要是他儿子保证百依百顺，这亲爹是地主啊。喂，李叔，田荣，你可真行哈！我现在想想，你是处处给我用计呀！啊，欲擒故纵，诱敌深入，关门打狗。您是不是喝酒了？您冷静点，你听我说。别，我不听你说，你听我说吧，还是啊？这样，咱俩做一交易，首付我帮你付了。你把儿子还给我，你不吃亏吧？外面又不是个物件，什么还不还的？我还劝他回家来着呢。哎，
你要是不把儿子还给我，我告诉你啊，我让你东边那套房子卖不出去，你在北京就待不住。您是不是搞错了？是您的儿子赖在我这儿，是您把他扫地出门的。再说了，我在北京有好几套房呢，我就扎在北京了。